认你。活在世界上最起码要懂得一种以上的乐器来作为你终身的伴侣，那么你人生才会精彩。就算你不会乐器，你也要懂得欣赏，来陶冶你的心灵跟性情。那我的员工呢，我也常像我们这去年的中山堂跟今年的惠孙堂的演奏呢，我事务所的员工呢都全部来加入阵容演出大合奏啊大合唱，然后由台中口琴交响乐团来做伴奏。我目的呢就是希望员工在努力工作之余呢，有其他的艺术，比如说音乐，来陶冶他们，做一个心灵跟物质，理智跟情感很平衡的一个人，这是我的看法。如果大概以40岁开始学音乐来讲的话，我大概说真的，我40岁以前你叫我数哆来咪发嗦的话，我可能要扳手指头。我是属于那种完全真的是新开发的。对我的生命过程来说，从40岁开始学口琴到现在，不过才十几年的时间。其实现在做到现在这个程度，对我来说我自己也很难以置信。甚至想要说，其实有很多事情刚开始做的时候，你没想到它能够做到你想象不到的程度，没想到音乐在生命里面竟然有这样的启发，我觉得这也很神奇，对我来说。听过我吹口琴，那后来他是好像担任过中兴大学口琴社的社长以前，当然也有一些学生啊，会有时候会怀念我吹口琴，那时候有联系他，就说哦老师啊，再给我们吹一下口琴。有时候我们还有同学会，现在我国中有一届国中，现在都有每年有办同学会，都会邀请我去参加了他们的同学会，这样。比较接近年轻人，比较不会觉得说老了，感到很有活力啊。学生也喜欢听这些口琴，我都会吹一些流行歌曲，他们有时候会点歌，老师要吹哪一首，我说我去找谱啊，谱有了我再吹给你们听，然后就很高兴。那台中县办了一个就是教师口琴研习，然后就再继续参加，然后就开始参加很多的一些什么夏令营啊，或者是什么，反正一些小朋友参加的，我们都跟着去参加就对了。那退休了以后，我就觉得说这个吹口琴是很好的一件事情，至少我们会减缓老化了。那我也很希望说把这个种子把它传播出去就对了。我现在想说，如果我教一个人啊，那个人如果再把他继续教出去的时候，所以我现在今年就在社大开了一个口琴班嘛。我是希望跟他们说，你们就是我的种子啊。我觉得吹口琴真的很好，它是一个疗愈的，可以疗愈的。当你很烦恼的时候，你只要专心的去把你的精神投入在这个口琴里面，你就会暂时忘记烦恼的。Thank you.
不是没有原因。